为配合不少用家追求电脑运作时候享受到静音环境， Cooler Master 最新推出 Silencio 550机箱，机箱前置面板和侧板都有隔音棉，可以阻隔声噪，为用家提供静音的表现。而且机箱前置面板采用黑色镜面设计，为机箱打造出高贵时尚观感。 Silencio 550机箱外观采用既简约而且有高贵的造型设计，外表以黑色钢材设计而成，前置面板则采用黑色镜面设计，而且面板能够开合，打开之后则可采用光碟机以及具有热插拔功能的硬碟装置。机顶前方设有一组 USB 3.0 介面，而且提供了 SD 读卡器，方便用家读取记忆卡内容，十分贴心。打开侧板之后，可以见到机箱内部采用全黑化设计，采用下置式电源器，主机板开孔，方便安装处理器散热器，而且设有多个走线位，方便用家管理线材，令机箱内部更整齐，空气更加流通。机箱支援7条扩充槽，最高提供3个 5.25 寸光碟机安装位置，以及7个 3.5 寸硬碟和一个 2.5 寸硬碟安装空间，而且支援一个热插拔功能的硬碟安装。同时 ,3.5 寸硬碟安装支架采用可拆卸式设计，方便用家安装尺寸较长的绘图卡。散热方面， Silencio 550设有一把前置 12cm 风扇以及一把后置 12cm 风扇，用家还可以按需要额外加入多一把 12cm 前置风扇，提升机箱散热效果。而且前置风扇的位置和电源器位置设有隔尘网设计，方便清理灰尘。除此之外，机箱还支援水冷接口，让用家可以安装水冷散热。